今日是阿公来洗脸，是不是？是不是？你讲这个洗脸，嘿呀哈！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庆祝十一、十二月生日，哈。那我们今天有很大的那个，外面天气是很冷，就寒的哇，寒冷对不对？那就是这里呢，很温暖哦，很温暖哈。我形容了太心意工队哈，他们很早就来了，来帮我安排今天的活动。那今天的活动其实非常的让人家非常的高兴，很嗨哦，然后有国语、有台语、有怀念老歌，对不对？还有跳，是不是？等一下，慢慢的期待，等一下这个节目表演。那今天的寿星。
那我们邀请到我们那个快乐爱心工队的曾大哥来帮我们领取这一份荣誉，我们欢迎我们的曾大哥。噔噔噔噔噔噔，我要叫大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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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谢谢我们的那个我们那个同里妇女之家的主任，是不是？哎，督导贵姓？姓郑督导呢？那我们现在，那我们也请我们的曾大哥来帮我们做简单的致辞，好不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曾大哥，快乐爱心工队曾东曾大哥。没有啊。同仁护理之家的郑督导，蔡社工，及院方的同仁曾家属，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们快乐义工队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在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带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快乐及健康的下午，能够度过。谢谢大家，谢谢。